学校课业繁重。Oh no, oh no. 当学生功课爆棚，考完段考交报告，累计还好，二级转眼三级要来了。过段之后，暑假提早开始喽。三级学习它停课了，空白时间太多，那我应该做什么？不想一直上课，段考完不能打气，段音深深关在家，不能出门，不能上课，耶、yeah, 那快要疯了。上课的影片看不懂的得再看三遍，上课晃有一个人或者好多人，约七万左右或是花花，当年没有人真的 last back， 难道没有段考这次应该不会当掉吧？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坚决没过学校课业繁重。Oh no, oh no. 当学生功课爆棚，考完段考交报告，累计还好没有一级，三级就来了。二段之后，暑假提早开始喽。关在家的操场暑假。受伤不断，受伤不断，104天接近尾声。同学也好，功课也好，能不能正常开学？